正常人玩真心话问答，你问我答。网络上的人玩真心话问答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问题一，请问结婚之后藏没藏过私房钱？问题二，结婚之后有没有一刻觉得我举重无比，像只猪？啊，我讲理由。问题三，在结婚之后有没有对别的女孩动过心？我叫你。问题几了？不知道。问题四，结婚之后有没有跟你妈告过我的状，说过我的坏话？谁撒谎谁以后挣不着钱。Okay.